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创造营2021的学员曹左。创造营2021学员天口新野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挑战——恐怖箱。Lady Go！ 啊？这一共四个吗？我怎么少摸一个？有过。出鸟。啊？小黄鸭，玫瑰花，那是钢丝草。哦，有这儿的就是，这是粘豆。那杯和你演出的我，掩饰而不见，在第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。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走起了底线？顺应时代的改变，看那些拙劣的表演。恐怖和挑战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记得来腾讯视频看我们哦。